李云现在正在心理学检查，施主你就自己遇吧。那人呢？他今天有课。你们两个人一个班，他一个人有课，是选修课，何培老师的周一入。那你打开教务在线给我看一下。行，合上吧。你为什么这样哄我？我当然担心，但你太烦了。你说你在干嘛呀？拉车啊。你是牛吗？为什么要拉车？对的。你看你在干嘛呀？拉车啊。你是牛吗？为什么要拉车？对的。来好大的风啊。你离得远点，但他这样他不适合你。妈说的事你完全明白。你真的是个混蛋。万一有一天我走岔路了，你打算怎么处置我？被他们下地。